小朋友啊，要不要来玩猜小球的游戏啊？猜中我给你100块钱，猜不中你给我10块钱。这是什么游戏？我把小球放在其中一个碗里转动，你只要猜到小球在哪一个碗里就赢了。还有趣，来玩。嘿，那个桌子其实是有机关的，只要我打开机关，小球就会掉到桌子下边去，永远都猜不着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现在猜小球在哪个碗里？这个。确定了吧？这个没有，这个也没有，这个肯定是的。你猜中了。